末日生存手机游戏黎明觉醒，我们将要进入由 Unreal Engine 4打造的高自由度世界里努力求生，设法在末日世界中寻找一点慰藉。游戏拥有宽广的开放式地图，在世界各处都有被病毒影响的感染者，我们必须随时注意四周与他们交战，并且到处拾荒采集资源，确保能够生存下去。也可以自由建造自己的营地，从墙壁到木门，甚至是内部摆设，都要靠自己一步步建立起来。游戏还有一个生存指标，它会告诉我们身体和衣服的清洁度，如果太脏了会生病，饱食度和饥渴度太低的话，体力会下降，吃太多还会有肥胖的问题，别忘了随时做点运动保持肌力。最重要的就是看到马桶上个厕所，通体舒畅，好舒服呢。黎明觉醒也即将在台湾展开测试，喜欢末日生存的玩家们又多了一个新选择咯。最后一个